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门子喵喵，然后今天给大家录一个中国有好吗？大家可以多多评论、转发、弹幕。时代绚丽衣服很澎湃，男女老少都喜爱，说我们中国有好卖。就像我的这句话让这群熊都惧怕，不是我心态毒辣，我们中国有黑怕。他们的感觉很奇怪，装疯卖傻还耍帅，不如世人的青睐，但是年轻人喜爱。配着 DJ 的节奏，去掉你的又又又，又是因为了非常逗，怎么你都听不够，每个字都咬牙语，听到你我都白了病，能否把你心头进，喊麦的文化在前进，喊麦路才怎么短，凡事有终结有反，下一句谁陪我喊，陪我走你敢不敢，你是否也曾听过刘春唱的那一个，相信喊麦的闪烁不会只是在旁落。没人夸，到现在你看到了他，你却放下这朵花，追了外国的嘻哈，用我独特的音色喊出这一句承诺，如果你还没看破，那我就做第一个。嘻哈烽火谁会怕，比比以后谁强大，总有一天你会惊讶中国喊麦的文化。这是网络的时代，旋律音符很澎湃，男女老少都喜爱，说我们中国有好麦。大家记得那个评论、转发、弹幕。